长。哎，刘总，你给我们设计的地下室钢筋含量有点高，能不能压缩一下？刘总，你们小区地下室面积大，水位高，我也按照规范的最低要求设计了。可是除了停车位挣不到钱了，我是想节约成本，你再核算一下。这不行啊，这再压缩会出问题的。那这样吧，省下来的费用我给你两成，这可是不少的钱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刘总，刘总。省下来的费用我给你两成，这可是不少的钱。罗所长，你这样设计可真是太棒了，为我省了600万呢。 啊这就是你该得的啊。这就是你该得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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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得的。今日出现钢筋软点的推倒，现已造成多人伤亡。据调查，该楼房存在篡改规定数据、非法施工等现象。涉及数据的修改是违法的事，影响质量、违背良心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做。这个呀，是爸爸提前给你准备的上学礼物。这圆规呢，是可以用来画圆的。这不管是画大圆呢，还是画小圆，都是围绕着圆心才能完成的。这和做人呢是一样的，不能够有半点的虚假。这呀，就是规矩。爸爸，我知道了，要诚实，要守信，做人就要守规矩。